死哥还能玩吗？在那石头人还行。死哥用来打野的吗？没关系，无敌的，我玩死哥无敌的，好吧？撤，随便杀烂了，开个竞猜，主播能不能杀15个啊？我们完胜了，是的。咱们现在看一下每个人的这个数据水平，谁拿到人头了？哎，后面传送了，快跑，快跑！你的大合唱，不是你们他妈中路打野，快来下了，我自走不了，要死了！哎呀，我要死了！哦，没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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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很稳啊！我不慌，我很稳。我靠，坏了，坏了，坏了，赶紧走！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！下路集合，下路集合，干干上了！我绕后了，我绕后了，我绕后了，干了！我绕后，我绕后了，我绕后了，干了！我冲了，上上上，干！哎呀，漂亮，漂亮！哇，漂亮，漂亮，漂亮啊！漂亮，去你的！漂亮！快，我跟他单磕的，我跟他单磕的。嗯，漂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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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个怎么说？咱们几换几？咱们二换一，太 ！I love you。他已经死了，他已经死了。石头人怎么都上上上上来了来了来了，他已经死了，他还放他妈枪呢，他死了。说真的，他死了，漂亮，我还能让你跑。哎，这什么技能啊？哎，他人呢？撞塔了，什么技能啊？这是不是他怎么把我过来吧你？哎，咱们三个抓一个，还被反杀了。不是，我好像把闪现给交了。不可能让他们动着你！我这一波操作拉满，我打拉不了了。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我死不了。让你打，人家下路上高地了。我跟你说，你怎么被拉满死了？咱们能不能来打个团？这还差谁呀、啊？我给勾过来，勾过来他就死了。你这是你的吧？算了算了，撤退撤退了。我说实话，此时干 FF 是比较好的选择。什么叫干 FF 呀、啊？就是投降。咱几个说玩这个玩他妈玩到十点，按咱们现在这投降的速度，玩到十点。你哥大人，我们来上一下上爆发很高的。哎，怎么死？走走走走走。哎，可以可以，我操，我们这配合无敌，成功！我操！哎，不是，哎呦我去！我好，我好，可以，可以可以，哎，可以啊，漂亮！这不是随便杀吗？哎呀，哎，这个劫，勾了勾了勾了，不是这个劫，我这劫什么、啊？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救你们了！哎呀，我没大招。别着急出现，别着急出现，这样打不了，这样打不了。哎，只能回家了，回家打。他现在他有个盾啊，他有个盾，你知道他这个英雄他有个盾。哎，盾他不是在送吗？可以啊。操这个皮什么意思？哎呀，这盘这样赢了，兄弟们，我们他妈要赢了。来打这发有眼有眼，上路有眼，肯定有眼。发枪发枪发枪死了，我马上有大招。发枪死了，影哥上上他死了，上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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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，我都不知道我怎么能这么快。上了一个。你看看，看我，他没戏了。那个下路过来了，哦，他下路有很多。啊！黄河水流，春去秋来，上下遍地醉人多。这盘就要赢了，兄弟们，我们他妈要赢了！你换我，咱们。哎、是不是可以下一盘了？下一盘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哎，一级团，我也不知道。一级团呀，一级团。我一个光之束缚。走走走，太团了。这个分段没有人和光辉能打一级团。我是你让光之束缚走最前面。我光之束缚，我是机器人。束缚呢？我光之束缚，你到底最前面？我就问你束不束？走走走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哎。